250米后，靠左进入岳阳路辅路，前方250米有违章拍照。250米后，靠左进入岳阳路辅路。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3公里。前方300米，限速拍照，限速60，当前时速54。前方斜下路段。前方300米，右闯红灯拍照。前方红绿灯路口，请直行，走中间三车道。2.1公里了。